有5万块哎！天哪，那我们一个人12500。我们要发财了！哎呀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了。咱们学校卧虎藏龙，高手还是很多的。嗯，不过咱们要是努力努力，拿个小奖也不是不行。哎，你们会不会乐器？我们可以弄一个四重奏。我会小提琴。我会弹琴。我会一点古筝。我会打击乐。好，姐妹们，我来了。这么正式啊？那我也献丑。这个肯定很炸。嗯，这个真的可以，可以吧？我也可以，那就这个。嗯。怎么让这么高兴啊？拉拉，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准备了一个双人舞。双人舞？嗯。我们四个人怎么跳双人舞啊？哎。你们这是准备要放弃我了呗？朗朗，我们是这么考虑的，大家就各自发挥所长，这样子多一个节目，咱们宿舍也会多一些得奖的概率嘛。是的。行吧，我自成一派，勇闯舞台，把你们一个个都 PK 掉。拉拉加油！嗯。又怎么了？我这刚找到一点感觉。我再重复一次。你心中默数3、2、1，当我手这么一比的时候，你就得爬到这上面，然后钻到箱子里面。这个时候雷子会在这边做好准备。那你现在不是浪费我感情吗？箱子也没有，雷子也不在。雷子人呢？忽悠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排练的时候又不在了。我们先练嘛。三角形少一边都不行。说啊，三角形不仅有锐角、直角、钝角，少了一边的时候，不仅可以这样，还可以变成一条直线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数学137好吗？它还可以这样。刚才你说你姥姥骨折了，回头我给你姥姥做一张毯子吧，我想祝她早日康复。谢谢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学院之春啊？知道，我还去参加过呢。真的？那咱俩一起组个节目怎么样？我资质愚钝，刚被我室友他们抛弃了。行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。吴言同学说他又参加学院之春了。他大一那次还不觉得丢人吗？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？其实他当时唱的还可以，只不过他打扮的太那什么了。对啊。而且啊，当时台下那么多人起哄，还有那么多纸飞机飞上来。对呀。换作是我，早就在学校抬不起头了。听说他这次还找了一个什么搭档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，跟他组 CP。估计也是脑子有问题。咱们班爷爷。新装都穿上了，没跑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爷爷。
我太累了，我就睡五分钟。我警告你啊，不准对我有非分之想。您多虑了。说完呢，你那个搭档那个吴言，靠谱吗？我可是听我工学院的老乡说了，他这个人大一的时候啊，一曲成名，被大家笑话了好久呢。我姥姥好了，我不打算参加了。而且我跟吴言也没有那么熟。一哥他怎么了？郎郎。大姐，黄福，大姐不要我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我说穿裙子，大姐非要穿裤子。我也没有说不能穿裤子，也没有说一定要穿裙子。可是大姐就是不要穿裙子嘛。可是那舞蹈就是要穿裙子才好看嘛，穿裤子就不能。啊，好受。你就穿裙子，大点穿裤子不就好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看起来会不会不太整齐啊？要整齐干嘛？每个人不都应该有自己的性格吗？这样才有不同色彩。再说了，你俩要穿的不一样，那不就是更特别了吗？好像也不是不行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开始排练吧。让燥热治愈冷月，去风治愈闪电，明知故犯一遍，不逊色闪电围着金光加冕，雏鸟也敢做孔雀，任青春过些时间，不回头的向前，将我疯狂誓言。啥呀？还有留言吗？留言啊！对抗整个世界，千篇一律的复刻面孔，像同作寻常，才然有恃无恐。迎着所有的不屑嘲弄。这世界很酷。